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狂人。狂人今天来到台服15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高手呢？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叛军军团，第一名2365万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背景音乐有点像是可以说鬼故事的气氛？就在那一座山上，一个红衣小女孩，凌晨2:30的时候，她说：“喂呀，哥哥。”本片终于开始了，第一个登场的主角总战力排行15区第5名。这个日文狂人不会念，所以非常抱歉。在台服15区，很多玩家使用金属球棒，也很多人把大囧眼练成攻击的。我们在稍后的影片就可以看到了。好，一拳仔这一次直接暴击打了900多万，我们看到对手一个还击。好，对手还有一个背心大师，这一下88万，马上一个200万的追击，准备进行收尾了。马上进行第二场比赛，第15区第5名及第4名的对决。好，我们看到第5名这位日本名字的玩家二郎打出一个伤害，马上 King， 也是一个先发制人。这一下600多万的伤害也是很高额，不过二郎一个追击啊，哇，这个一拳仔打了200多万，再补一个。
最近終わりだ、くたばろ。本片最后一个战斗，大奶对上大婆，双方的大熊眼攻击都很高，我们来看一下谁更胜一筹呢？等一下，我需要更正一下，他是三奶，不是大奶。好，大婆的大熊眼爆掉了，太可惜了哦，少这一次600多万的攻击。哇，难道胜负已定了吗？看看大婆这一次能不能解决掉三奶呢？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的阵容非常的相似，而且一旦到了第二回合，大婆还是有可能可以扭转情势的，主要是大九眼跟波罗斯没有意外应该会优先倒下。好，我们来看大婆这一次攻击波罗斯，哇，波罗斯的血目前还是满的，看来大婆在攻击上面受了很大的一个阻碍，这一次专属器一个吸血。好，加油，目前三个打两个，这一个豪杰拳就是重要了。我们看到普罗斯的血量已经见底了，不过很可惜哦，非常可惜。好，看这一次甲虫能不能承担普罗斯的伤害。好，承担住了，马上到第四回合。哇，快没血了，开了布局啦，太可惜了。如果刚刚那个布局没有打开来啊，这一场大婆是有可能胜利的。这样再看下去，胜负真的定了。豪杰再怎么会吸，也没有阿修罗吸的多。本周台服15区怪人组冠军由三奶获胜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其实比赛都很精彩，每个角色攻击力都很高，也谢谢他们给所有的观众带来这么精彩的表现。下一期狂人将带来16区精彩的比赛。我们也看到豪杰还是做了一个抵抗，可惜尘埃落定了。我是游戏狂人，我们明天再见了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。